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受到盐分污染的侵袭，例如世界闻名的意大利比萨大教堂。大教堂后殿的精致大理石板受到了盐分的严重侵袭，这些盐分主要是硝酸盐，可能来自于旁边墓地的尸体。 Westox 涂抹了10毫米深的 cocoon， 留在上面两个星期之后再去除。为了避免在大理石上钻出孔，我们抽取了涂层5厘米核心样本并进行了分析。在分离时，只有一小块粘在涂层上的松动理石块从损害尤其严重的一块理石板表面上被扯了下来。这种通过同一层涂层从理石中去除盐分的方法证明非常有效。